台长你好。你好。就是啊，我是男，1992年12月21日，就是麻烦台长帮忙看一下图腾。九几年的？啊，92年男，属猴的。想看什么奖啊？啊，就是看一下疾病。毛病是吧？啊，对，疾病。啊。那第一，脑子里有问题。哦。第二，血液小问题。第三，肠胃有问题。第四。对对，就是台长我。好，你讲。还没讲完呢。第四。好。就是自己的关节也有问题。哦哦。所以你自己知道就好了。就是台长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3年前就得了怪病，就是身上发出一股就是粪臭味、骚臭味，就是一直去医院检查不出问题，就是想麻烦台长看一下是不是哪个气管出问题了，还是是不是血液灵性？血液哦，血液啊，有灵性。我跟你讲了，哦，你血液循环现在我看上去非常不好。哦哦，对对对，血液循环不好，晚上觉睡不好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过去。啊，自己有过一些犯邪淫的罪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人在人间已经把你弄到粪便地狱了。呵呵。嗯。对对对，我以前真是，我现在学佛真是非常，就是，哎，真是以前做错事实在太多，邪淫太严重了。嗯，知道了吧？现在知道臭了吧？现在知道了吧？给你颜色看呢，啊，这都不懂啊。对对对。啊，是吧？就是 啊，台长，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小房子有的念了，要念700张呢。哦哦，好，就是台长，那还是用不用吃什么药呀？或者就是辅助一下？吃什么药？吃牛黄解毒丸。哦哦好。不要吃的太频，吃一个疗程，然后再吃一个疗程。嗯，这些东西都能消除你身上的毒的。实际上像你这种身上有臭味，实际上就是一种里边的内毒排泄不出来。就像一个人的内毒排出不出来的话，他就会有那个，就像人家很多人为什么口臭啊，因为他的肠胃不好，肠胃不好不能正常的排泄，所以下面排不出，他就嘴巴里就开始臭了。听得懂了吗？对对，我估计应该就是像是从肛门排出的，就是天天洗澡换衣服都没用。没用的，我跟你讲。嗯嗯，听得懂吗？